庆祝儿童节连续假期，吉安乡公所在浩科艺术村举办了缤纷吉安欢乐儿童节市集，还有儿童月系列活动课程。乡长游淑珍亲自参与，并且和亲子们共度欢乐时光。同时，他也欢迎乡亲把握连假最后一天，来到吉安浩科艺术村来参加快乐的市集，还有多元的义务活动。吉安乡公所清明连续假期在浩科艺术村举办了缤纷吉安欢乐儿童节市集，还有儿童月系列课程，包括了铜腕竹枪制作、魔术道具 DIY、 快乐小金鱼粘土捏塑、玩具总动员、原木铜腕彩绘以及惹花粘草、植物敲拓染等各种有趣课程。乡长游淑珍亲自参与，也和亲子们同乐。幸福吉安超级儿童节，我们今天呢，所有的爸爸妈妈陪着孩子来作为一个捏塑的一个游戏，在捏塑中刺激的感官、视觉还有色彩以及亲情的养育。我们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我们希望带给孩子呢健康快乐的学习，而且充满亲情的这样的一个共融，让我们吉安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父母的爱跟我们成长的幸福跟养育。吉安乡公所这一次在儿童节里面推出了五种不一样缤纷吉安的课程，从铜腕、从我们的捏塑，一直到变魔术，甚至于啊自己做劳作，然后呢来开启多元的学习，希望我们健康成长在吉安，欢迎大家一起来。浩科艺术村的欢乐儿童节市集从4月2号起到4月5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除了有静态艺文展览及亲子 DIY 体验，周边还有好吃好玩的特色摊商市集，搭配摸彩活动，有许多丰富奖品等大家来抽。欢迎乡亲把握连假最后期间，前往吉安浩科艺术村来同乐。记者会吉安乡报道。